嘛，今天又下午的高铁站回来，路上我看到他们这样子，是觉得很危险。要就是说，一些年轻人啊，不要盲目的去跟防这种作风，因为在这些路上，车流量很大的，车速又快，如果万一摔下来的话，真的是特别危险的。万一怎么样都害人害己的东西。